玩得好开心啊。嗯，大熊你回来了，哥哥因为身体不舒服被送到22世纪的机器人医院去接受检查了，你放心吧。还有你要好好写作业哦，再见。哆啦 A 梦身体不舒服啊，哈哈哈哈，反正一定是因为铜锣烧吃太多的关系啦。哆啦 A 梦真是个贪吃鬼哎。快起床。你就是野比大雄对吧？是啊，你们是谁？我们是22世纪的机器人警察。嗯，因为你违反了机器人条例第3条，所以我们要逮捕你。要逮捕我？没错，都是因为你害哆啦 A 梦发生了故障，因此你必须去22世纪的机器人法院接受审判。去22世纪接受审判？好，快把他带走。好了，你过来吧。不要不要，住手啊！不要。不要啊！这种事一定是你们搞错了啦，哆啦 A 梦。爷爷，这件事一定是他们搞错了吧？就由我来当大雄的辩护律师好了。哆啦 A 梦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哥哥只是工作过度而已啦，你放心。在审判期间，迷你哆啦会把哥哥的情况向我们报告的。现在立刻开始审判。机器人法院现在开庭，被告人野比大雄。他在叫你，快点站起来呀，大雄。是。请检察官叙述被告的罪状吧。是。被告野比大雄因为侵害了机器人条例第3条所记载机器人的基本权利，因此本人在此要告发野比大雄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机器人的基本权利？上面写着机器人是人类的好伙伴，并不是奴隶。也就是说，法律禁止人类强制机器人为人类做牛做马。大雄，你的罪名是让哥哥工作过度，所以才会被带到这里来的。怎么会？这种罪是很严重的罪吗？你放心吧，即使真的被判有罪，大雄也不会受到惩罚的。只不过要是被判有罪的话，那哥哥以后就再也不能跟大雄一起生活了。啊，怎么会啊？韩记，被告可以坐下了，那么就请第一位证人上来。是的，那么就请大雄的母亲野比玉子太太上来吧。是妈妈。心灵存在惯了，只有大雄母亲的心会到这里来。虽然它是立体影像，但是跟真人一模一样哦。那么就立刻来问话吧。请问大雄平常都是如何对待哆啦 A 梦的呢？大雄总是经常拜托哆啦 A 梦帮他做事，拿道具出来帮他，还得帮他写作业。对了，大雄今天也忘了把书包带回家，而用了取物袋呢。好，已经够了。怎么样啊，各位？就如同各位所听到的，被告人大雄凡事都只会拜托哆啦 A 梦帮他做，这可是非常关键的重点。我本来就这样了。安静，安静。好，那么律师，请向证人问话。是。请问，在你的眼中，哆啦
啦 A 梦和大雄的感情有那么不好吗？没有这种事，他们的感情非常好，上次还一起玩电动，真的很像是一对兄弟呢。是吗？你是说他们的感情就像兄弟一样好了？他们不是在吵架吗？他们就是越吵架感情才会越好啊。但是大雄却一直怪罪说是哆啦 A 梦害的，把哆啦 A 梦压得死死的，哆啦 A 梦很有可能就是因为遭受了极大的压力而故障的。法官，换下一组证人吧。你是问大雄跟哆啦 A 梦吗？我们跟他们都是老朋友了，当然知道。老实说，都是因为大雄太拽了，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跑去找哆啦 A 梦求救。没错没错，哆啦 A 梦，我求求你了。是这样没错啦，难道就不能多说点我的好话吗？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都会怎么想呢？要是没有哆啦 A 梦的话，大雄真的什么也不会。谢谢你，这个答案很明确了，我的质询完毕。我有不祥的预感，这种时候要是哆啦 A 梦在就好了。对了，哆啦 A 梦的情况怎么样啊？不用担心，手术应该很快就会结束了。手术有那么糟啊？虽然说是手术，也没那么严重了，对吧，迷你哆啦？哆啦啦。真的吗？法官，律师这边也有证人。是谁呀？她是静香小姐。是静香啊。静香，是的，请跟我们说最近在空地上发生的事情吧。好的，那是我们家这次的连续假期要到欧洲旅行呢，很棒吧？很不错嘛。好棒哦。要买礼物回来送给我，我要这么大的水户黄门。水户黄门？你说的应该是法国的凯旋门吧？对，就是那个，我要放家里做装饰。那么大的东西是不可能的了，小的应该还可以。是装饰品啊，好小哦。什么嘛，你明明很羡慕不是吗？一点也不，我只要拜托一下哆啦 A 梦，就能坐着小型赛车绕土星的光环跑哦。坐小型赛车绕土星的光环？那种光环又不是道路，是细小的尘埃集合而成的耶。那有什么关系，只要拜托哆啦 A 梦，他什么都办得到。说的也是，你带我一起去吗？好啊，我去拜托哆啦 A 梦看看。我也可以一起去吗？我去拜托哆啦 A 梦看看。那么小夫呢？没办法，我也一起去好了。算了啦，你也不用勉强跟来啊。求求你，别带我一起去啊。既然这样，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去拜托哆啦 A 梦看看好了。哈哈哈哈哈！听你这么说，这样就足以证明哆啦 A 梦和大雄的友情是多么深厚了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也是这么认为。静香，要是大雄没有哆啦 A 梦陪在身边的话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样呢？这根本完全无法想象嘛。我认为哆啦 A 梦能够陪在大雄身边真是再好也不过了，不然大雄根本什么也不会，又笨手笨脚的，让人好担心。好，我们都了解了。如同各位所听到的，大雄和哆啦 A 梦之间拥有一种切也切不断的坚固情谊，是这样的，对吧，静香？是的。好，我的质询结束了。那么，检察官请问话吧。我想要请教一件事情，刚才在空地上的对话，大雄到底说了几次去拜托哆啦 A 梦呢？你可以告诉我吗？这个。我来告诉你好了，总共五次，在短短3分钟里面，大雄就说出5次的去拜托哆啦 A 梦看看的话，我没有说错吧，静香小姐？是的，这代表了大雄平时都只会拜托哆啦 A 梦帮他做事，而且就算哆啦 A 梦身体不舒服，大雄也蛮不讲理的要他工作，这些全都是证据。你胡说，我哪有蛮不讲理啊。
被告，请你安静。我哪有蛮不讲理？法官大人，还有在场的各位陪审员，如同我说的，哆啦 A 梦发病的真正原因，其实就出在被告野比大雄的身上。现在真相大白了，因此本人强烈的希望能判野比大雄有罪。不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大雄，不对，不对。我没有做出那种事，你不要胡说八道啊！我没有。你不要，住手！哆啦 A 梦！安静，安静！本案在今天下午继续审理。好，现在先暂时休庭。什么？啊！大熊他逃走了！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你是什么人？不准随便闯入病房。他现在还没恢复意识，再这样下去，状况将会非常危险。怎么会这样？一起走！也不要，我要到哆啦 A 梦那里去。啦！哆啦 A 梦！站住！你要是不站住的话，我就要开枪下去了吧？我不要，在哆啦 A 梦醒来之前，我都要待在他的身边。大熊，哆啦 A 梦，你快醒过来、大熊正在哭，是谁害大熊哭的？好痒哦，哆啦 A 梦，太痒了。大熊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哭啊？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啦，大熊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哆啦 A 梦，我从来没有看过，在机器人和人类之间，竟然会有这么强烈的牵绊。法官大人，我也是一样啊。各位陪审员，对被告野比大雄的判决应该出来了吧？无罪。好，本席宣判，被告野比大雄无罪。